我都唔止一次揾你设计情报噶啦，每一次都令我好满意咯。而且设计师每一次都俾到好多意见我啦，又俾到好多新元素我啦，使到嗰个设计令我都觉得好满意咯。我下次都一定会揾翻设计情报嘅。呢间占地4000平方尺的医学美容中心，一入嚟就见到独特的三角形接待处，采用闪烁马赛克装饰，整个空间都散发住简约典雅的感觉。休息区米黄色 cushion 维新作为特色墙，会客室呢就以浅啡色暗花墙纸配衬住柔和的灯光。整个设计望落去都非常之赏心悦目，也不时找到一些精致的细节，就好像这几幅泰式挂墙装饰咁。在这个咁舒服的空间，相信客人来到一边享受服务之余，一边又可以尽情放松啦。不知客人是怎样认识到我们设计情报中心的呢？其实之前我都有找过你们贵公司帮我设计的，咁我哋大家都合作得很好，而且你哋设计师咧又俾咗好多好专业嘅意见俾我，咁效果出嚟都唔错咯。咁所以今次美容中心装修咧，我哋又揾翻你设计整个中心咯。客人对于美容中心嘅室内设计又有啲咩要求呢？我谂我的要求就系、啲客人第一个感觉系应该舒服吓，咁佢一入到嚟觉得好舒适啦，好清雅啦，而且清雅得嚟又要高贵啦，我谂呢啲系我同客人都嘅要求咯。成个设计过程里边，客人最满意边一部分呢？其实成个美容中心我都好满意，就如果要我拣就我觉得最满意就系个 reception 咯，因为设计师用咗一个闪亮亮嘅马赛克同我布置，令到个 reception 好抢眼咯。咁另外咧就系呢个休息区啦，因为佢个配合得好舒服咯。好多時候我同啲客人喺度傾偈咧，傾到唔捨得走咯。施工期間，設計師同埋工程監督有冇上嚟跟進過？而對於服務隊同事嘅印象又點咧？有啊，其實我都好滿意嘅嚇。我上嚟嗰陣時候見到佢哋個個都著到好整齊嘅制服啦，又好有禮貌啦，都好 nice 嘅。因為我有時候見到啲好細微嘅嘢咧，叫佢哋幫我執翻咧，佢哋都好樂意。同埋咧，佢哋又工具又擺得好好啦，咁又唔會周圍放啊，我就覺得好有紀律同埋好有條理咯。如果客人下次再有相關嘅需要，仲會唔會選擇設計情報中心呢？會，我都唔止一次揾你設計情報噶啦，每一次都令我好滿意咯。而且設計師每一次都俾到好多意見我啦，又俾到好多新元素我啦，使到嗰個設計令我都覺得好滿意咯。咁我諗我下次都一定會揾翻設計情報嘅。